啊，打那么快，那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？我以为来玩一些杀手在哪里？杀手在哪里？绝对难不倒你。来玩刺客啊，刺客也很紧张哎，还是要来玩 hide and seek 感染对决，有没有？这样大家就不知道我是谁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对决，它现在翻成对决啊，就是大家是随机 skin 的，有没有？就不知道 who am I，感觉还可以哦，还可以哦，应该是吧，应该是那模式吧？怎么我看大家都还是彼此，没有变成村民？诶，我记错了吗？我们进游戏就知道了。对决是什么啊？队伍逃犯？诶，这是新的模式哦。杀死警长，这什么模式啊？诶，我是来到对方家里了吗？好像是诶。What？What？那是一键死吗？一键死吗？诶，我死了。重生会重生。警察抓小偷？哎呦，我没玩过这模式哎，这是新模式哎。击杀数，所以是在时间内比双方的击杀数是不是？弓箭是可以射出去的，还不确定是不是一发死。刚刚玩太快了。喂，怎么都打不到？哎，有，一发就会死掉，被打一下就没了。所以还蛮刺激的哦，这模式好特别哦。逃犯，那我们逃犯。还有，这模式就是一直杀对方啊，我觉得这样这就还好哎，没有那么喜欢玩，就是一直打来打去，哎，这弓箭手还蛮吃香的。因为弓箭一样也是一箭呢、啊，那谁要近距离打、啊，对不对？都远距离就好啦，大家都射弓箭。喂，哎，这射得出去吗？射得出去，射得出去，可以。对方的山丘上有人，有中，哇，也被干掉了。要找一个比较遮蔽一点的地方，不要受敌那么多面受敌就没问题了。来，我们再出发一次。了解了，了解了。你有点想打喷嚏，没关系，还可以。喂，确实，哎呦，白痴哦，白痴哦，这床，白痴哦，被拦截走了。哦，不要走左边，走右边就没事了。哦，GG 了，先杀死30个人，是不是就结束了？哎呦，这模式好特别哦！你再玩个一两场，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。这感觉也蛮吃地图的，就是不同地图玩起来应该不同的 feel。有些地图可能就很厮杀吧，像刚刚那个雪的，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。就是在打团战的那种 feel，我是警长，要杀死逃犯。警长的武器会有不一样吗？没有，一样的。逃犯在哪里？我还以为会在这。逃犯呢？他一直往那边射。啊，那里又没逃犯。哎，不对，那是警长啊。随机复活吗？怎么大家从那下面来了？是皮卡丘 skin 的。逃犯呢？一楼，应该在一楼。我们去一楼看看。哎，有了。有，没事，用射软件也可以。喂，不需要抢，箭不需要抢，只要能够射出去就没事了，能射就是厉害，好不好？强硬不是重点，能射就是福。来，对方会在哪里生成呢？哦，有看到，喂，诶，这没中，还以为可以中，哦，中一个。中两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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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有，最后一有杀，死之前那一发弓箭居然有射出去，好猛哦！好，来，继续往下攻，攻下去，攻下去，
到底为什么要拿武器啊？不是啊，拿剑砍啊？为什么用近战？这弓一定最强啊！这根本叫做什么？弓箭大战啊！弓箭大战队伍模式，对不对？完全就是这样子的方式。来来来，小屋子有人吗？没有人，从小屋慢慢的攻出去。哎哎，醒醒鼻子！来了，哎呦，哎，可恶，可恶！我还想说我很快的射，应该有射到，结果没有。那走这里看看，嗯，走这里应该可以绕到对方的背后，对不对？一个绕背，嘿，小心小心，是队友是队友，来来来，应该是走这里吧？有没有绕背？有没有绕背？没看到人，没看到人，他们感觉是从一楼过来的哦，要小心。哎，一楼也是自己人呢、啊，不太清楚。哦，对方出生点，有有有，对方出生点在这里，是不是？马场。马场，好好好，那我们就守在马场，还是哦，还是有点随机从出生呢？喂，哎，结束了啊，结束了啊！杀人犯，我杀了七个人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还 kill， 这个模式真的弓箭大战啊，这绝对100%是弓箭大战啊！这个地图我不喜欢，我换一个，换一个。我们每个模式其实都可以玩一下，每张地图都玩一下好了。虽然想玩，但没有人。哎，有人呢，有人呢，有人呢，取消取消。它有些地图就变得比较是攻城战，就是双方的地形位置是持平的，像那个刚刚的雪地，刚刚那关的话，则是比较，我觉得比较特别一点，就刺激一点，就是双方位置不持平啊，就不是那种很镜像的公平，一个在上，一个在下，那种玩起来就特别的稀奇古怪，嗯，可玩性就还蛮不错的。这张不晓得会如何，有可能是一个镜像，对方就在对面的中间。我们走走看哦，哦，对方在下面，有有有，果然一样，跟我想的一样。喂，哎，没送，喂，都没中，没关系，潜过去，潜过去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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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！哎呀，有射出去，可是没射到，可惜。哇，哎、欸，逃犯烂到爆炸，逃犯，大家加油好不好？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这根本就是绝对是弓箭大战啊，只是偶尔太靠近的时候，就是用武器直接砍，只是这个样子而已。太霸气了，太霸气了！来，往下，往下。哎呦，他乡遇故知，哎呦，又一个，哎，我有射，不是死之前的那弓也会算吗？可恶，所以往下走的时候，会随机生成的。往下走的时候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。哎，那如果，哎呦，好多人，哎，哎，那居然没射到。我还想说，如果把这武器拿去奉献，不晓得会怎样，还想要试试看哦。哇，奉献在对面。去楼下好了，楼下比较可以奉献到吧？这里，奉献是关闭的，我不能崇拜我的神，为什么？那是我的神呢、欸，我想要崇拜一下，可恶，连崇拜神都不行，觉得难过，我想擤个鼻子。哎，结束了，擤个鼻子就结束了。蛮特别的模式，可是不能崇拜神。我觉得某后神这张地图就是要能够崇拜神才是一个好地图啊！不能崇拜神，那有什么乐趣呢？对不对 ？QQ， 我们离开。玩过的地图就不玩了。
会卡着卡着，别卡卡，别卡卡，不要再卡我了，不要再卡我了，还我，还我，好。游轮感觉很刺激哦。好，再来挑战游轮的杀手对决。杀手对决，我们在屋顶。虽然他有时候复活也是随机的，看关卡的不同吧。那警长应该就在，这危险啊，这太危险了，这里太危险了，别啊，别啊，不要，不要，我怕怕，我怕怕。我们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下去？好像没有哎，好像没有。哦呦，拿胡萝卜！喂，喂，喂！啊，可恶，可恶，可恶！急太久了，急太久了！来来来，复活！哦，复活在下面了！哇，哎，随机复活，我觉得这样子不错，对不对？这样有时候就可以来个里应外合。哎，你永远都要小心你的背后有没有敌人。可惜他不能丢飞刀，可以丢飞刀就更刺激了。喂。感谢超级留言。喂，哎，哇，我还以为那个软弓有办法射到，所以比较软的弓要稍微还是要拉一下。好好好，没问题。走走走走走，走走走走走，喂喂喂。OK， 有人吗？有看到有人吗？没人没人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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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19-15，双方比数很靠近哦。非常靠近哦，喂，有没有办法射到？好像会射到队友，是不是？射到队友会挡住吗？喂，不太确定。喂，来来，喂，好像不会，会不会不会，应该不会。喂，有有有 ，OK OK。Thank you。哦，打个喷嚏，打个喷嚏，有有有。喂，斩斩斩斩斩！怎么大家移动那么快啊？咻咻咻！因为外面在爆炸，就有点累格了，是不是？好，现在比数非常的靠近，哇！要输了，要输了！队友活下来，活下来！需要活着，需要你们大家都活着，不能死！也有29-28，哇，差一点点，可惜了。击杀6有啦，这击杀还可以，勉勉强强。Happy 手乐园，好，我们最后玩个 Happy 手乐园。这模式我也没有特别觉得好玩，我觉得原本的杀手比较有趣，比较心机那种感觉，这就真的比较像是弓箭大战。对啊，一方逃犯，一方警长，我觉得应该要双方有不一样。什么东西？不要每天玩电脑，他打字也打太多了吧？这个世上很多的职业啊，这个尤其是工程师啊，这个一天看电脑这个要看个更久啊。我们这个还好啊，好不好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的。哎，我会，会，会，我们这边射来射去，然后就都被其他人给解决了。哎，会。哎哎，这没中，这中了吧？有有有，没事没事，守住这里，守住这里，守住这里，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。OK OK， 又一个又一个，喂 ，OK OK OK OK， 哇哇哇，感觉我们很溜啊！对方好像有个出生点在前方，哇，那个人在前面杀好大，杀杀杀杀杀杀，上面上面，人在上面，喂，有有有，有中有中。他们出生点又换咯，又换咯，感觉是一阵一阵的。出生点就是，呜、哦，完了！刚应该换武器砍的。有时候在那边急攻急太久，哎、欸，我杀那么多人，结果我的局势也没有很好、欸，哎，我们也很惨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
哎、欸，这么牛！哇，哎呦呦，跟队友一起射，没问题，我射你射，打给都射，来来，有没有有没有？有 ，OK OK， 往前推进，往前推进，紧张紧张，喂，哎呦呦呦呦呦，这一个哇哇结束了，逃犯获胜，六六六，哇，一下子就结束了，总觉得比数多多一点，感觉比较刺激。好啦，这个初体验就到这里了。所以他是经典，对啊，哎、欸，他杀手，所以他杀手没有了那个，就是大家都是史蒂夫，就是里面的 NPC 的模式，没有那个模式了。还以为还会有，可惜可惜。杀手的感染模式，我们以前有玩过吧？感染杀手啊，对啊，我们有玩过。对啊，刺客来玩玩个一两场刺客好不好？随机地图，然后就回去往我们的船帐床站。鼻子过敏，话都讲不好了。噔。巧克力鼻子红了吗？还好啦，